啊，你唔着讲话，啊，无我哪会知影你是安怎互人欺负？伊讲，我是念着伊也穿袂掉的手链糖，讲我是笨手。伊讲问我敢知影念天两个字安怎写？讲我是华人啦，是要把我赶走呢？我这么爱伊，就算讲伊的目睭只有可能一世人拢看无啊，我嘛不要紧啊。结果，伊竟然对我这么绝情！你啊！你就是爱着较惨死啦！阿姨，再讲，感情这款代志哦，就是想认真想就输啊啦！你即马想要哭，你坐咧哭，哭到足大声，啊！不过哭煞了哦，你都要较振作的啦！未来生活你爱过到比搁较精彩的，予伊后悔，伊即马安尼对待你。无得靠，以后伊会翻过头来求你回去呢。我拢安尼啊，我是要安怎过甲比伊搁较精彩？啥？五万？我当初买这个时阵，我开六十几万呢，你今麦才用五万来回收，你是搞公生笑啊？给你。这个万小姐是咧卖珠宝的哟、哦，啊，那呢，恁敢会当都用六十万的介绍，啊，甲伊买倒转去？啊，这个珠宝我来买。你若是真正介意迄个宝石，我建议你直接去找万小姐买，安尼较单纯啦。哎，不用的啦，伊绝对不会愿意卖给我的啦。这敢是宋林凤的声音？经理啊。万小姐，迄个珠宝哦，我一定会买的啦。迄条钱我一定会出的，你唔免烦恼，哈。宋林凤，你规规实实伫个外口看我的笑话。惠弟，你需要钱嘛？啊，我嘛拄好要买啊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即马全世界，敢若剩伊愿意提钱给你。你上好是卖连你唯一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拢等伫个涂骹搭呢。我看，伊根本就是害阮家落这毒草。原本我廖准讲，我细汉时阵，迄个真疼我的妈妈，竟然会把我当作是一个宅男。我根本就无稀罕为这妈妈。你想要用一个乞求啊？走吧！什么？什么？宋林凤，你莫得意，这口气我早晚找吐回来。站拢站袂在啊，搁遮尔唔知影好歹。什么？啊！你刚甲阿公冤家了吼，你就走出去啊？我嘛听讲万家迄间厝，啊，唔知安怎已经转到陈长胜的名下。啊，无你即马你住伫个倒？我即马住伫个倒，到底管你什么地带啊？莫想讲要看我的笑话，我得甲你的目睭拄好睁眠。你是我伫个这个世界头一个囡仔呢。听阿干的爸母会骂家己的囡仔，迄是因为伊关心家己的囡仔，迄是因为伊爱的。你家己嘛是做妈妈的啦，你哪会当安尼误会我啦？你够有真心在把我当作查某囝在看待？我看你的心内，就只有万金玉一个人。
伊规工咧巴结阿公，拄啊好啦，恁两个斗一打，我才无稀罕甲恁两个伫遐虚情假意。迄不是虚情假意，真正的亲情是无法度假的。你真正有人心歹去啊！我早就清算嘛。伫个三十几年前，我的妈妈发生意外无去啊，结果嘞，我赚到的妈妈是，伊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，伊讲迄张面是同款的，你敢不知影？这种情形对一个八九岁的囡仔来讲，那是偌恐怖的代志。我失去记忆啊，生命啊，这一切拢是命。你莫怪我好无啊！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回去跟阿公回一个信嘞。啊，至少，至少你还阁有一个家啊！我还阁有一个家，爱我回去对恁吞忍过日子，我做袂到。那对我来讲，不是一个家。啊，我对你回去，这六十万对你来讲是算啥？你先摕三千万出来，给我甲阮妈补助；，搁摕三千万，给我甲英英救出来；，然后，你再摕三四千万，给我甲英英送去国外疗养院做治疗。总共一句，你摕一亿出来，我对你。我真正不知影要讲你是重情重义，还是真没本哦！你竟然要去替迄珍贵官交保，伊根本就无应该出来的啊！因拢是我的亲人，无论安怎，我拢要把因救出来。我才不管你是安怎看因的，非得我敢那知影，这样对我好。我就凭小想，你若无想要跟我斗三工，那呢，你就想较远呢。宋林凤是我的阿妈，那你讲起来，林子条唔就是我的阿姨？迄种人是凭啥物做我的时代？袂用气，伊今秒一定伫咧笑我。伊咧笑，伊笑我讲，我即摆啥物拢无啊！你若是来，我就要用这甲伊拍，我嘛要甲伊手机互断。伊伊，这是纸杯啊呢？你连玻璃杯、纸杯啊，你拢分袂清楚啊是？安尼吼，我就要去做工具啊。袂当回找来吃吼，我就要去工厂收工具，才会当家己手机好当啊。你即摆还阁袂当注意啦，你莫阁想遮有诶无诶啊！我带你出去行行诶，透一口气，其他以后则阁讲啦。阿姨，你哪会阁来吃啦？你是想要来看白莹莹对无？我只想着莹莹哦，伊一个人待伫个车治疗。除了身边以外，无人会来甲伊看，我都感觉伊足可怜的。你同款是安尼面死面烂，甲迄个母性现高高甜啊，啊，甜到最后，人嘛是同款接受你啊，对吧？你无同款啊，而且，伊即马阁无爱提我，伊毋是无爱提你。伊是无想要甲你拖累，我甲你讲，咱只要付出真心，我相信对方早晚会感受得到的。恁竟然叫我约到这来，恁到底想要创啥？莹莹啊，莹。只是面上伤，温故
规支手拢断去啊！面受伤会当植皮啊，是做手术，就会当医药好啊。啊，阮哥的手，敢会家己搁生出来？哎，廖萌子，你搞掂唔掂哦？那么我就把你的喙齿咬好断，我看你的喙齿是毋是搁会当生出来？哦，你搁讲你起笑，我看你足正常的啊，搁会晓呛声。我唔来遐呛声，我阁会晓甲你拍。你快点，你去死啦！你干嘛？婷宜，你莫以为廖萌子受到刺激啊！万一你敢起脚动手，别人阁讲你有暴力倾向，那安尼你会遭医馆紧闭，还是讲电疗？你有得白白受苦啊！婷宜有暴力倾向，所以。你是真正破病啊！伊的情绪激动，这拢是你害的。你若是无想要伊愈来愈失控，那你永远都莫再出现在伊的面头前，害伊压起来。还佫有，这间疗养院毋是恁讲会当入来就会当入来。以后我会甲院方提醒，莫予恁这莫名其妙的人入来，用看病的理由来遮刺激伊去。我不是超工要刺激伊，我是真正要来斗三工的。是咪啊？我拜托你，你莫阁甲家己袂得过啊！你为着伊，你去甲阿公回一个信的好无啦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！我看到你的道德，你要给我死出去！对，我还看到你，你拿出去。我出去，安尼我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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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出去！喂，坐下，我们在边遐，你想在里头跑来啦？我们出去，我们出去！妈妈在等来背包。宋林豹，你有怀疑吗？你快点伊阿妹，你有怀疑吗？你起码会当回去啊，回去把你的莲子头割。你会当笑啊？伊人这么大声，但不过，我是看伊人笑到什么时阵。林子彤，林子彤，你在哪位？你把两瓶藏起来。妈，你到底在哪位？林子彤，林子彤，你赶快！我告诉你，是讲白英起笑是假的。真正参像万新明所讲的，只是一个情绪失去控制。现在看起来是真正笑气啊！我袂好气的，我想着是明细汉的时阵，走来跟我生来，伊个可爱的模样。虽然讲伊的脾气无啥好，啊，不过我是希望伊大汉了，会当做一个。人人拢疼惜伊的公主，想袂到伊过到这尼啊无快乐，那婚姻破碎，连查某囝都变个安尼，我真正真不甘的。就算你搁较哪不甘，你嘛无法度甲因母囝斗相共啊。因之前捌欺负过林子彤呢，你敢有法度安尼就原谅因？你手心、手腕拢是肉，不管是谁伤害什么人，疼的拢是我。哎呦，这个时阵哪会打袂开呐？有啊有啊，吼！爸爸再切切的啦，吼！不要紧，你想要哭就哭出来，吼！
Thank you.